又又又，看我旁边是谁？嗨，我发现了。嗨，帅气的虫虫。我现在感冒了。不知道我们两个现在很饿，然后要去好乐迪唱歌，但是好乐迪东西好像不好吃。可是我们时间很赶，因为他等一下回去上班，所以我最后决定内用。家店分量也太大了吧？对啊，我们想说先吃个东西，才会唱歌，结果。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二十分钟吃不完。老板刚刚送来说，帅哥是汤意面分量比较大，辛苦了哦。哎，辛苦了。他要遇到粉丝了。你现在对粉丝找你合照的心态是什么？当然是很开心啊！欢迎大家看到我都来找我吗？合照？屁啦，我本来就这样子。觉得人格设定在这边，我还是没有解除哦。少在那边。在那边给我假装自己是什么亲民到不行的样子哦，我就很亲民。哎，大家你知道他们跟你们合完照都来跟我说什么吗？你不要在那边乱讲话。没有啦，他真的他很乐意跟大家合照，他这是我看过最亲民的明星了。而且我还会主动说有需要我来帮你，就是拿那个手机自拍吗？我后来确定也没有糊掉，我说糊掉了再拍一张。你好棒哦。他今天其实感冒是被我逼来的，因为被你吵。所以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高亢，黄莺出谷版。我本人受不了这种过年咚咚咚起的音乐，不知道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。没有，这边是变奏。大家可以在这边留言，你喜欢过年的贺岁歌曲？我觉得这会让我头很痛。Hello， 我跟虫虫两个人来唱歌了。他今天有点感冒，状况可能不太好。还是很好听啊。Jesus
台北市立复兴高中的同学，台北市立全名，所以我们当年的校花现在长得普普，你给大家看一下，不要，快点啦，为了让人家补个妆之类的吧，你去补啊，没有啦，大家不要攻击他，因为他人生巅峰就是当年，你可以把我那个高中的照片放在后面，好麻烦哦，他现在讲他当年当初结婚的一些，就是结婚很棒啊，大家都。礼金的部分满意吗？满意啊！哦，大家都很壮壮。然后这最近闪婚的婚姻目前还满意吗？跟平常一样 OK 啊。有后悔吗？有后悔吗？后悔不会。对啊，不会。哦，什么叫结婚啦？一年内。过年后。过年后，下个礼拜就过年嘞。对啊，没错啊。对，三月。对。哦，过年后还好，跟我们在登记了之类的。还是你们也登记了？跟你一样。为什么不先登记？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人当初结婚居然是我的网友告诉我。然后今天带婚礼小物来给我们。我们吃完了，推荐这家餐厅给大家。都是情味馆。清味馆非常便宜，而且又好吃。对啊，对啊，它是很。它是陕西料理，陕西吗？对。陕西，很好吃。都弄完，对。像这种色温也是会让你气色不太好看。吹光小调是吗？对。刚刚的杯子。没关系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们结婚要讲哦。拜拜。